Henny 入嚟有少少唔关，一个 L 型嘅厨房，超靓。你睇 Mina， 一个长形嘅厅，一个大嘅露台啦，望出去阔嘅个景观，同埋楼与楼之间有间隙。个楼底就3米3，成间屋110万而家4000万，睡房玻璃幕墙啦，浴室一个弧形嘅玻璃，然后一个发展商嘅柜啦。同埋呢个弧形玻璃唔会令人晕咯，咁个景观 perfect。成间屋就505尺，总价就1120万，你哋觉得点？